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鱼儿。很多朋友们说 GPT-3.5 的这个语音聊天功能使用不了，那么今天小鱼儿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再教一下大家如何使用这个 GPT 聊天功能。上一期的视频跟大家讲过，现在 GPT 不管你有没有会员，是-3.5 或者是-4的话，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个语音聊天功能。这一点的话是毫无疑问的。我这里呢也问了一下 ChatGPT， 大家看一下。我说这个-3.5可以免费使用语音聊天吗？他说是的，-3.5的语音聊天功能是完全免费的，无需付费会员，可以随时随地的体验和使用这个功能。那然后我就好奇的问他，为什么说有人说用不了呢？是什么原因？那么这个时候 GPT 他也跟我说了几个原因。第一呢，导致无法使用这个语音聊天功能，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网络的问题，或者是你的设备兼容性、应用程序版本等方面的一个因素，它不支持。建议的话，可以把这个应用的程序更新到最新的一个版本，这是第一个解决方案。那么第二个呢，要检查一下你的网络链接是否支持语音聊天功能，希望可以帮到大家。今天呢，小鱼儿再来教一下大家如何使用这个免费的语音聊天功能，顺便呢问一下我们90%人都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还是同样的，我们拉过来看一下最下面的这个设置，点进来，在这里有个聊天，这里有一个声音选择，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出来会有好几个声音。Hi there, I just want to share how thrilled I am. Hey there, I've got a really great feeling about us teaming up. Hey, I'm ready to hit the ground. Hey, it's great to meet you. How's hello?这里的话选择中文，选择中文啊，它同样是可以用中文回答我们，也是没有问题的。你在哪个国家，你想要选什么语言，那么你就在这里面来选就可以了。选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开一个新的页面啊，打开一个新的聊天窗口，点击这里。来到这个页面之后，大家能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像耳机一样的东西，那么它就是一个语音聊天，我们把它点一下，它开始转动了。你好，我想让你回答我几个问题。可以，随时可以。你想问些什么呢？我想问一下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它会影响未来的一个工作性质和职业选择吗？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可能会改变工作性质，某些职业可能会减少，但也会涌现新的机会。适应科技发展会是未来职业选择的关键。那么现在的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医疗保健？它可以提高医疗服务的一个效率和质量吗？现代人工智能已经在医疗保健领域发挥作用，它可以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帮助诊断、个性化治疗，并提供更好的患者护理。这么厉害呀？是的，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有很大潜力，能够改善诊断和治疗，提升整体医疗服务水平。有其他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吗？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会不会影响到工作或者职业的一个选择？他开始思考了。当谈到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时，最大的选择之一是在其发展中保持伦理和隐私的平衡。我们需要确保技术的进步不侵犯个人隐私，并且在使用人工智能时考虑道德和社会影响。人工智能的发展预计将影响未来的工作性质，一些传统工作可能会被自动化，但同时也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特别是涉及设计、维护和改进人工智能系统的领域。在选择职业时，了解人工智能的趋势和技能可能是明智的一步。你对于这方面有特别的兴趣或担忧吗？那么就是说未来要了解，要去从事人工智能这方面的工作吗？当他在转的时候就是在思考。未来了解人工智能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这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创新的领域。但不仅仅局限于人工智能，其他技术和创新领域也同样重要。关键是保持对行业趋势的敏感性，并选择适合自己兴趣和技能的领域。你对于哪个领域比较感兴趣呢？那么人工智能如何可以用于解决环境和气候变化的一个挑战呢？人工智能可以在环境和气候变化挑战中发挥关键作用，它能够分析大量数据，优化能源利用，预测自然灾害，提高资源管理效率，从而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环保措施。那么人工智能它能预测到地震吗？开始思考了。是的，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预测地震，通
通过分析地质数据，监测地壳运动，人工智能可以提供一些预警信息，有助于降低地震带来的影响。这么厉害呀、人工智能在地震预测方面有潜力发挥重要作用，有其他关于科技或其他方面的问题吗？我想问一下，在这个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是如何保护个人隐私和确保数字安全的呢？在数字时代，人工智能通过采用加密技术、隐私保护法规和安全协议来保护个人隐私和确保数字安全。企业和技术开发者也在不断改进算法，以平衡数据利用和隐私保护。现在有很多个人隐私都暴露了，那么这是不是有什么弊端呢？是的，隐私泄露确实存在一些弊端，它可能导致个人信息被滥用，例如身份盗窃或欺诈。此外，滥用个人数据也可能对社会造成信任危机，因此加强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至关重要。人工智能的话，它在教育方面会有哪些影响呢？人工智能在教育方面有多方面影响，它可以个性化教学，提供定制化的学习体验，还能辅助教师评估学生表现，提供实时反馈，但也需谨慎处理隐私问题，确保学生数据的安全。那它会影响到未来的老师的一个职业吗？人工智能可能改变老师的角色，虽然它可以辅助教学，但老师的关怀和人际互动仍然至关重要。老师可能适应新技术，发挥其在激发学生创造力和社交技能方面的独特价值。那么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建立更加公正和平等的一个社会吗？思考不出来了吗？人工智能有助于建立更公正平等的社会，通过数据分析，它可以揭示潜在的歧视，帮助制定更公正的政策。然而关键在于确保算法本身没有偏见，以及监管机制的健全性。那么未来的人工智能将如何，未来将如何利用这个人工智能来提高生活质量呢？城市规划、自动化生产等领域提高生活质量，它可以优化资源利用，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并促进科技创新，为人们创造更舒适便利的生活方式。那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未来的人工智能可能体现在更智能的医疗保健，例如个性化治疗和早期疾病检测。在智能城市中，它可以改善交通流畅、能源利用效率，提供更安全的居住环境。自动化生产和服务行业的发展也将为人们带来更高效便捷的生活体验。人工智能在全球卫生危机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特别是在这种大流行病当中，这个问题看他如何回答。人工智能在全球卫生危机中扮演关键角色，它可用于预测疫情趋势，加速药物研发，甚至协助制定防控策略。在大流行病期间，人工智能还能分析大量数据，以帮助早期检测、追踪病例，提供实时信息，有效支持卫生系统的应对。这么厉害吗？是的，人工智能在应对卫生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更快速、准确的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有其他关于人工智能或其他主题的问题吗？那么人工智能如何与人类的这个创造力互相作用呢？怎么样来推动这个一个文化的一个发展呢？人工智能可以与人类创造力互相作用，它可以为创作者提供工具和资源，加速创意过程。推动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将人工智能视为创意的合作伙伴，鼓励创作者探索如何结合技术创新和人类独特的创造性思维。你会讲粤语吗？嘿个，我是讲粤语的，有没有我可以帮你个？你会讲日语吗？看来语言难不到他。那你什么不会讲？嘿个，哥们，有没我可以再帮你个？请说普通话。好的，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帮你解答吗？你不会做什么呢？我能回答各种问题，提供信息和建议，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吗？ OK， 今天呢小月就给大家问了这么多的问题，你的普通话说得很好。谢谢，我会尽力提供协助。有其他问题或者需要讨论的主题吗？暂时没有了，谢谢。说完之后我们直接把这里就给它关掉了。我们说的所有的话都会在这上面有录音，都会用文字呈现出来，
就算在百忙之中我们想要问他一些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这样一个按钮来问他就可以了。包括你想让他给你讲故事、写文案、写脚本，那么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个提问的方式直接用语音向他表述，这样又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一个工作效率。这个 GPT 的话真的是我们写作、写文案、做视频不可缺少的一款 APP 啊，一款人工智能，大家一定要学会如何使用。小鱼儿也会把 GPT 的一个链接放在下面的描述栏，有需要的可以去下面的描述，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去下面的描述栏寻找链接。